嗨，给你们看一只超级治愈的球迪小博美哈，你看这笑容真的是太治愈了，还吐着小舌头。哎呀，再说你啊，这五官长得特别精致哈，黑色素也特别好，眼睛是自带睫毛的，还是小双眼皮的。来看一下侧面，几乎是看不到鼻头的哈，还有它后背的毛量超好，像小毛团子一样，只有一个手大，根本是看不出三个月的哈。选博美一定要选这种小鸭嘴型的，就是成年之后嘴巴也不会变尖的。现在咱们看一下它的小身板啊，来看一下小身板，一共更新两只小球体的，还有这一只，这只也不错哈，眼睛挺大的。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一只，哎呀，这只脸蛋太甜了哈，你走开宝贝，看一下它小身板，超紧凑哈，尾巴是靠背的，一丢丢大小，小腿只有2到3指高度，这吐着小舌头也太可爱了吧，这笑起来真治愈呀，这小粉粉的脚垫也太可爱了哈。哎呀，这个脚垫都会慢慢反黑色的哈，从鼻头都可以看出来黑色素超好。哎呀，你真的太乖了宝贝，一只手就可以托起来，哎呀挺粘人的哈，走一步跟一步，天哪，粘着小短腿，过来宝贝。哎呀，看看，太粘人了，如果喜欢温顺的话可以选的哈，就是新手养也不是问题的，给你找个好家哈宝贝，拜拜啦。